大家好啊，今天是周六8点啊，欢迎大家来参加中国研究院的台北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呢，邀请到很多的专家教授啊，这个对于我来讲呢，我非常的荣幸啊，因为我们在过去2个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改版，我们准备邀请100位的全球各地的专家教授啊，来上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现在的华语电视。我们的民间电视几乎平均每一天呢，有2位教授啊在发表他们的学术观点，啊，但是没想到原来呀，没有意识到海外有这么多的啊，取得了这么多的学术成就的专家教授。我们知道，在西方最难的一件事情不是当政治领袖，而是能够成为这个大学的这个教授啊，因为你不仅是你学有学历啊。有这个资历啊，有研究成果，还需要老教授要离开位置，否则的话要成为教授真的是啊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能够同时邀请到这么多的教授呢，那完全是借申远一教授之光啊。一方面呢是申远一教授出了一本新书啊，所以我们向他表示祝贺；另外向申远一教授表示一个致敬，就是因为如果没有他。海外的很多的历史性的研究啊，可能呢就没有办法像今天这样，已经形成了相当多的规模。在节目之前啊，申远一教授说：“哎呀，这个现在好像是文革低潮，但是他不知道现在很多东西都是低潮啊，是不是？不只是文革的研究啊。”我看了一些这个申远一教授书的这个一些报道，因为他的书是在。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出版社啊，就是联经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那一本新的巨作，其中申永一教授一讲啊，说这个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吧，10个人呢是几个人，里面有3个人有心理疾病。我再想一想，那个时候的心理疾病是不是比现在的人的心理疾病要少一些啊？那我们现在见到的朋友，见到的这个西方的政治家有心理疾病的比例好像不止30%。但是我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今天中国大陆的领导人的心理疾病的比例也不应该低于30%。所以，我觉得申远一教授的这个学术著作是不是有点保守啊？还是他当时依据的这个啊，这种资料啊，就是尤其是这个啊，这个病理资料是不是不够啊？研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这是我开个玩笑啊。那么，我们首先请了申远一教授来介绍一下他的这个新的著作，谢谢。好，胡斌兄，谢谢啊。首先是谢谢你和这个高发林兄两位啊，你们组织了这样的这个研讨会啊。从我的这本书呢，然后大家借题发挥啊，从毛泽东的文革啊和所有的观众呢，可以谈到这个习近平的新时代。那么，另外我要感谢就是与会的所有的我的同行们。那个，我刚才说这个低潮啊，恐怕这个也不是低估了。你看看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北美的几个教授，恐怕还压不住脚。我们还从加拿大请了2位大将来压住脚，对吧？请了吴国光教授，请了吴玉庆教授。你看，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加拿大这个我们美国的这个最好的伙伴一起来压压阵啊。好。那么我就言归正传，为什么我要写这样一部著作？这个著作的名字呢，叫做《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这个讲起来啊，处于20年以前啊，我曾经在1999年到2000年初，我到北京去这个收集文革材料，结果呢？被北京国家安全局呢，把我当作间谍，就扣押了半年。那么这个中间嘛，就是说经历了这个开始的就是说这个拘留啦，后来嘛4个半月的监视居住，最后嘛大概1个月左右的逮捕，后来被无罪释放。因为你想，我到那些旧货摊上去买一些文革小报，这个怎么是什么间谍活动呢？但是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儿，就是有4个半月的时间啊，我是处于一个监视居住状态，
也就是说在北京国家安全局的这个旅馆里面，那么这个就有相对的自由。而且呢，我作为一个老师啊，在那儿挺忙的，早上基本上六点七点起来以后吃了早饭，我就开始教书了。那个早上主要是教英语，这个早上到中午呢主要是教那些我的看守或者专案人员啊，他们因为大多部队转业，我要教他们通过北京的大学自学考试考一个本科。那个这个只因为我原来是文学老师嘛，所以要教外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晚上就有趣了，吃完饭以后啊，他们很多人就涌到我的房间里面了啊，就听我谈什么呢？听我谈文革。那么谈文革，你想这个也是很有趣啊，因为我研究文革抓了我，但是他们对我很感，要听我讲文革，不愿意报纸上的文革。那么这个中间呢，问的很多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英文说的这个 rumor 或者 gossip， 就是那些中共领导人的私生活问题，或者说国内说不能理解的一些非理性的，比如说私生活啦、感情因素啦、暴躁的脾气啦、内部的矛盾啊等等。那么我当时就产生一个想法，就觉得这些老百姓啊，他还是注意到，就是他注意到他们的最高领袖人物啊，在发动这个疯狂文革的时候啊，并不全部是出于报纸上所讲的什么反修防修啦，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啦，而是出于很多非理性的因素，或者说有一些疯狂的个人的动机，才造成了疯狂的这个年代。那么我就说这些东西，当然他们讲的问问什么张玉凤和毛泽东关系了等等啊，大多数是小道了。那么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把这些野史性质的东西，就是认真的找出它正史的证据，然后把它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来进行研究。那这个大概就是我当时的想法。那么当然我很快就被释放回了美国，回了美国以后嘛，最主要是完成我原来的这个文革数据库的工作，然后一发而不可收，又做了这个反右数据库、这个大饥荒数据库、土改数据库。后来嘛，因为要在学校里面拿这个 tenure， 又和郭建教授一起合作编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英文的文革大字典，我就凭了这个英文的文革大字典去申请的 tenure， 因为学校规定一定要有部英文著作嘛，啊，那么就搁下来了。搁下来呢，断断续续也写了不少论文的，那么最后呢就成了这个书。那么我现在就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我认为我这个书在许多文革研究中间有一些什么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我比较注重对历史的偶然性的研究，或者说对最高领袖人物，那主要是毛泽东了，或者说江青啊、林彪啊，他们的这个政治生活背后的，或者政治行动背后的那些私人因素，或者说那些非理性的因素的这个研究，如果有的话，我就用这些东西确实是发生了影响的对文革的决策行动，来作为一个阐释文革的一个理论支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问一个问题就知道了，没有毛泽东有没有文革，没有毛泽东有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毛泽东死了还有刘少奇，绝对有专政，绝对有独裁，但是在中国没有毛泽东没有文革。那么就是说，这些所谓魅力型的最高领袖，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间所起的作用就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进行研究，这也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这个不是八卦，这个我对八卦没有兴趣，但是呢，我对这些真实的历史后面所起决定作用的那个探讨，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也是要剥落这些迷人的魅力型的最高领袖的油彩，让他
背后的膨胀的个人野心和他的卑劣的私怨暴露出来，我们要追究的是这个东西，这是我想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我这个书是两个要点，对吧？第一个是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第二个是文化基因的研究。这个文化基因的研究是我创造出来的啊，这个当然实际上是讲这个皇权体制的这个皇权文化的这个研究。那么第一个研究呢，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说它主要是揭露最高领袖人物的他的非理性的精神和病态人格和文革的关系。那这么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不想重复。我在里面呢也还写到了很多，就是他们的喜怒哀乐、情欲、独裁者的猜疑，怎么样对文革的决策、私生活发生了影响。这些事情啊，恐怕就是说有很多事情你离开了从变态人格这个角度，离开了从这个非理性因素这个角度去解释这些领袖人物的所作所为啊，没有其他角度，没有其他角度。那么你比如说你举一个例子说，本来毛泽东在这个就是他写炮打司令部那个大字报以前啊，他也并没有想把这个刘邓就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了，但是在开会的时候呢，就发现呢这个刘少奇顶了他。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刘少奇在北京所做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啊，这个是得到毛泽东批准，他都跟毛泽东汇报了。结果毛泽东就当场指他，你在北京专政专政的好啊等等。那么刘少奇就顶了嘴了，就有不同意见了，说无非是五个不怕哦，那把老毛给弄火了，就写了这张大字报，就一下子上纲到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了。连这个中共的上海四人帮的最主要的理论家朱永嘉，他在香港出的书，他都说毛泽东当时决定把刘邓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完全是一种非理性，是一种偏执型人格的反应，也就是说是一种病态，就一下子就无限上纲。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他甚至说到，从这点上来说，文革的起点就是非理性。那么刚才这个和平也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大概十个人左右吧，最主要的吧，那三个人根据我们查到的历史资料是被医生下了诊断有精神疾病。那1958年这个李志穗的书里面讲到，中国最有名的那些神经科专家给江青做了一个会诊，结果就说因为江青不停的闹，因为毛泽东外面私生活不检点啊，那么就讲江青怎么样呢，查下来说江青有严重的强迫症和多重人格，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精神疾病啊。然后他们建议说叫毛泽东让江青怎么样呢，去参与文艺生活，哎，毛泽东就让江青去了，结果江青就搞了样板戏啊什么，就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那么林彪也是这样，苏联专家也诊断过，傅连璋跑到他家里去，就是卫生部部长嘛，最后也是得出结论，林彪这么阴暗的一个人，一直坐在家里不动的，甚不需要说吃喝拉撒啊，都是坐在床上的，说这样的人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是不是能当警察。那更不用说康生了，60年代大概有3年左右是在北京精神病医院里面度过。这个但是呢，我这次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我没有写康生，为什么呢？因为做历史研究的人啊，你没有史料啊，你就不写。我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病历，我也没有从任何人的回忆录中间啊搞到康生的很多材料，所以我只能提一句，
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回忆说，他在当时有严重的幻听、严重的幻觉，住在精神病院。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并不是说只是从这些领袖的个人精神方面非理性活动，我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是一个文化基因了。那么这个理论框架，这个文化基因一说呢，实际上是讲什么呢？实际上是阐述领袖人物文革中间重要的政治现象和几千年中国皇权政治的关系。比如说我在考察这个林彪为什么，刘少奇为什么当不成接班人，这个接班人的一步之遥啊，就是跨不过去，就是副主席当不了主席，最后都被毛泽东搞掉了。那我是用的中国皇太子他跨不过这个一步之遥的这么一个艰难的这么一个怪圈，而且在中共的最高领袖的接班中间更加无序。因为中国的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啊，它的私械制还是稳定的，它另外一个形式所谓的禅让呢，那是不稳定，而恰恰中国共产党要搞的是禅让，不是私械。那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讲个笑话嘛，就是说朝鲜战争最大的功绩是把毛岸英给炸死了，对不对？如果毛岸英活着，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我们就搞成金三胖现在这个样子了啊，就是变成毛家王朝了。那么这个禅让的问题还加上毛泽东又搞了一些新的玩意儿，比如说历代的皇太子他都是允许有第二权力中心，这个东宫可以有自己的文臣班子、武将班子，甚至有自己的军队。那你想想看，林彪的儿子不过搞了一个什么小小的他的一些小舰队，那就不得了了吧，对吧？毛泽东非但要指定林彪是接班人，还要指定林彪以后的接班人是谁啊？那他不就是要张春桥吗？那林彪当然看来中东就他比较重视他的儿子了。那么周恩来的事情也是这样，那周恩来现在有一个错觉，总是觉得就是周恩来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宰相。实际上毛泽东用的是情字，情字呢就是说他有左右两个宰相。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啊，除了周恩来的国务院，还有邓小平的书记处，这两个正好是整个宰相班子。应当说为什么周恩来特别感谢毛泽东呢？因为正是文化大革命使得周恩来成了独相。你看这个书记处被解散了啊，后来搞到这个林彪倒台啊，那这个周恩来就党政军三权独揽了，那个也是毛泽东开始搞他了啊。所以我是从相权和这个军权的矛盾冲突中间来考察周恩来。那么我想呢，这个大概就是我的书的一些想法啊。那么我把它写出来了，那么我想呢，就是主要就是说来听听各位同行的这个意见啊。这个不管是会上或者会后，我最近还接到几个电子邮件啊，有研究这个文革的北美的民间的学者告诉我说，哎，哪一个人的名字你这里打错了啊等等，我也很感动啊，他们都开始很注意。我想我就讲到这里，然后呢请大家讲，请大家不仅仅要局限在这个书，借题发挥谈谈整个研究都可以，我觉得各位都是很有真知灼见的啊！我在此先谢谢大家。谢谢申敏仪教授啊！今天我们这个在提的这一位这个专家学者还不是这个申敏仪教授，而是徐幼余教授啊。徐幼余教授因为是在旅行中间，可以说参加我们的这个研讨会啊，非常的不容易。那徐幼余教授当然是我们大家知道啊。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也是在纽约的纽斯克新学院的访问教授。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几年中间他帮助了民进电视做了一个精简版的
啊，对文革历史的一个长的这个好像20多集的这么一个啊讲座，啊，所以很受这个年轻的一代人的欢迎，因为很多人对文革的历史啊很不了解，所以有了这个简本以后，基本上就成为很多人能够大概掌握文革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基础性的教材，或者是文革的一个基础学的教材。那么徐有余教授您在吗？把他的那个打开吧，把他的那个请把他的话筒打开。请打开一下徐有余先生的话筒好吗？请这个导播啊把他好的，我在，我看啊，徐，对，是他用的什么名字 ？XYY 是吧？对，我也只能请求他自己打开。哎，徐先生，徐有余教授，请你打开自己的话筒，因为你的视频是打开的。请打开一下。下面有一个 mute。有余啊，打开了。徐先生你好，徐先生，你好。他怎么听不见呢？大家，徐先生你好，声音好像听不见。但是他的是打开的。他是打开的，怎么会声音听不见呢？徐先生你好，声音好像听不见你的声音。他没有讲话，他完全，我好像好，他好像是用的电脑，他应该在电脑上打开他的那个麦克风，虽然他在系统在我们的 Zoom 上打开了，我估计他在电脑上并没有把他的那个共享的这个话筒打开。你现在跟他讲话，他应当听得见吗？他应该听得到。那看看。他好像在这个在打开之中。哎，我已经看到了啊，不要给他压力啊。轻轻声声，慢慢悠悠。OK， 我们现在给徐有余先生做一下研究，他就打开。我们现在还是先请胡平先生。对，胡平先生我看再不需要介绍了，因为他几乎每个星期都在我们的节目里面露面啊，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他的节目，喜欢他的思辨的力量。那徐有余先生就稍微等一下可以吗？胡先生，胡平先生，你可以讲话吗？我可以。OK，那麻烦你先讲好吗？好的，也好啊。我来讲两句。对，麻烦你稍微靠，好像左边一点点。我这边。对，这边一点点。对，谢谢。《宋永毅》这本书，非常重要。宋永毅对文革的研究，那我想应该推到早数到50多年，在当年。宋永毅一方面深度的参与文革，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同时就对研究文革有了很大的兴趣，就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那么这么几十年来，当然我们在座很多人也都对文革有相当的兴趣，也有些研究，也写过一些东西，但是像宋永毅这样子呢，真是50几年来如一日，对文革的这种研究，包括对文革的这个资料库的建立啊，当然还有郭建他们等等这几个人，那真是给大家做了一件大好事情。那么作为这本书，我觉得确实是别开生面。他就从了一个平常大家没怎么谈到的侧面啊，来阐释文革。就像宋永毅书里讲的嘛，其实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宋永毅书里也说了，人是有理性的，唯一的有理性的存在，但是理性并不是人的一切。这个大家谁都知道啊，但是在研究的时候呢，往往就忽略了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当代的研究更有这个偏向，这古代不一样，古代他比较注重于研究这个人的什么个性啊，一些问题啊。那大家我们心目中的那古历史人物都是有个性的，包括他的精神气质的毛病，我们都很清楚啊。周瑜啊怎么样，嫉妒啊，那不就是嫉妒呢？那吴三桂啊，你为什么什么不管什么民族大义跟那都没关系，就冲冠一怒为红颜。当然这解释过于简单化，但是他是
过去讲历史是比较注重从个人的性格，包括他的气质倾向，以及在这么种种问题解释问题的啊。当然，这个他人家有他的很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把人的一些政治上的理念和当时的政治经历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我们现在当代的这个研究呢，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完全从这个理念的角度，从政治经济这些背景这个角度来阐述问题，而忽略了对人的个性的研究，而尤其呢是忽略了对人个性的那种非理性方面的研究，把人干成一个纯粹的理念人。哦，某某某这么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是信奉什么什么主义啊，归结为他的主义，归结于他的理念。而他的行为为什么采取这个措施呢？那都是理性的抉择啊，都是利益最大化。那实际上我们知道生活中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做事情啊，跟他并不是都是依循他的理念，政治理念也并不见得都是经过理性的选择，理性的思考做的理性的选择，所以在这里，尤其是很多的个性，他的气质本来就有一些毛病，就有一些倾向，那在平常呢不显著，你到了权力的高峰，那你的一个错误，这种倾向就可能被十倍百倍的放大，而且更重要是呢，它就可以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你说现在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因为它社会很透明啊，那政治领导人他的个性的毛病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谁又说话说漏嘴了，谁又有这个脾气那个脾气了，但是呢，第一呢，他这个制度有很种种的制衡，你不至于错到哪儿去。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呢，那不管怎么说，他怎么胡言乱语，他不可能妨碍到我们自己的这些基本的权利上来。而你在中国，在文革那个时候，那领导人他的一些一时兴起、心血来潮，就可能把我们这些一普通老板就把你扔到监狱里去了，那个情况就大不一样。那么这么一来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非宋永毅先生他这个角度研究文革，我想就尤其重要。因为这种事情确实是文革就非常大的影响。就像刚才也谈到的吧，你整个发动文革，什么反修防修啊，什么这个，其实更主要他就是一个对接班人的这个焦虑嘛，就是怕下面接班的人本来接班人像刘少奇上来会否定他那一套嘛，就出于这么一个心眼嘛，当然你说这里头你说有没有什么路线斗争啊，当然有这个成分，有政治理念的区分那个成分，但它一个基本的心结其实是这么个心结。这本书里呢，我觉得宋永毅先生用了大量的材料，当然很多材料我们有些原来也知道，有些我们原来也不清楚啊，所以他都给找挖出来，而且挖出来呢还做了很细致的考证，因为有些就是传言也不见得就靠得住，你还得去找些别的材料来互相应对比对，看哪些说话是靠得住的，哪些说话靠不住啊。那么因此他这个就相当的严谨，我觉得他这些都是他很大的个对我们理解文革，包括对那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啊，让他们理解文革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其实呢，我前段时间不写了个书评呢，也提到啊，那这本宋永毅先生在书里也提到，那1966年7月26号，北京大学举行什么这个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那次是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第一次在群众场面上亮相，江青也去了。结果在会上讲话呢，简直莫名其妙的讲起毛的家里的私事儿啊，这个尤其是讲了对他的儿媳妇，哎呀，这个上纲上线，语无伦次啊。那我就因为我们一个朋友啊，一个就是去年刚去世的杨炳章，他当时在现场，他当时感觉就觉得这个就觉得你江青是疯子，太疯癫了，所以过两天他居然就拉着他的姐姐杨勋跑到中南海，因为他是革命烈士子弟啊，对他，所以他那种感觉，自来红的感觉，觉得跟党中央是一家的那种感觉很强的，不像我们啊，去要求见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没见着，但居然就见着江青了啊，说，然后叫江青带封信给毛，他就拿笔记本撕下一页纸，写了很短几句话，其中一句话就说主席是否听过。前天北大东操场辩论会的录音，
啊，江青同志不适合搞政治，他就这么说。24岁的一个人，但是他这个是个等于是他是个记录，确实有这么件回有这么回事，就证明当时的人当场的一些人，都觉得这个江青的精神有问题。你怎么会讲这些事儿吧，是吧？所以他那当然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包括咱们这后来的遭遇。就说其实对中，因为文革这个和别的运动共产党过去的不一样，我想我们那代人就很清楚了。这里头我和宋永义我们算比较年长的，算是文革的全程的参与者，而且是在智力都理智比较成熟的情况下参与的。那后来的太年轻太小，他们领悟的能力、理解力、记忆力都不够嘛。那我们就有很强的感觉，在文革之前，不要说中南海的这些伟大领袖了。就是地方上的领导干部对我们都是高高在上的，都是很神秘的，他们的讲话都是完全是八股腔，都是官话，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个性，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哎，一个文革呢是这个官场的他党内斗争那种半公开化，而且是一场官场现形记，所以就使得我们能够比较切近的观察到中共的领导人他们是什么人，包括我们都属于他们的声音了，以前根本不知道啊，他们说话什么声音，哪怕到处抄的什么中央来电，中央就北京来电啊，那就是中央史上接见群众的讲话，你都看得出他们有不同的个性。有人讲话同样的观点呢，当然说话都会有一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就开始对这个中央领导人在我们心中的不再是个抽象的纸上的广播上的存在了，而是个比较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存在。也就当时就多多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个性。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气质、精神方面的问题，这个影响，这方面的这个作用，那么这本书，我觉得他把这些做非常细致的这个梳理，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当然他也揭示了，反过来呢，加深我们对文革的理解。另外，也像刚才宋永义谈到的这个文化基因，也能够对这个文革中所看到的这个中共官场的种种表现和古代的和我们传统文化的东西做一个对照，那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相似之处，当然也有一些不同之处，那不同和相似这个不同和相同的地方你加以对照，那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总而言之，这就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有意思，它对我们读者呢有很大的启发，而尤其是在今天我们看到50年前出现的那种事情，在今天就居然就重演啊！一个本来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人物，就成了特别伟大的领袖啊！那套整个那套个人崇拜全部卷土重来，对于我们经历过那些人，就觉得简直荒谬的不可思议。可是他就在今天的中国上演，演得正儿八经，而且就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今天我们看读宋永义这本书，思考相关的问题，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革命，理解中国的昨天，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胡平先生的啊！其实胡平先生关于这个文革的研究的文章和专著啊很多啊，如果你要寻找，非常简单，就是打胡平这个名字啊。当然，胡平有好多个啊，一个商业部长，还有一个写报告文学的，写报告文学的有个人还专门写了文革，所以有人把两个人混在一起。这胡平报告文学写的不错啊。就我上大学的时候啊，胡平商生有。现在我们看看谁有余教授有没有啊，申请可以了吗？谁有余教授？好像还是不行，怎么回事？还是不行，那我们就再给他一段时间研究一下，好吗？看能不能研究几分钟，能不能研究得出来。现在因为他关掉了。他是哲学所的，所以需要时间长一点。他关掉了。现在开了。OK， 徐有余教授，您听到我的声音了吗？他还是没有声音呀、啊。他还是因为电脑的原因。OK， 是不是等一下？胡平先生，你等一下跟谁有余教授打个电话，或者是谁有他的电话，或者高欢林也可以。我现在的就是请葛静教授讲，可以吗？行啊，郭建呀，葛静教授呢是这个康州大学的英语博士，啊，他现在是威信康星大学的教授，啊，和申永义先生合作制作很多，对吧？
那么你们主要是网盖数据库，在提到方面的句子它也有很多啊，这个英文句子、中文句子都很多，是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的编尾，也是文化大革命历史大词典的啊一个合作者，第一作者，他是第一作者啊，第一作者。哎，那是不是把郭健教授的这个打开啊？把他的这个声音打开？可以打开了吗？没有打开，现在。啊，请打开一下，我如果不行，我打开一下。要导播把它打开。嗯。哎，还没打开好像。对，我要请求他打开，他要自己打开一下。啊啊啊！好，打开了，打开了，行了，哎，可以了。可以了，好的，请你讲。好的，好，首先要感谢和平和永义兄的邀请啊，那个和这些老朋友在网上相聚非常高兴，要祝贺永义兄大作问世。实际上这本书呢，永义写完初稿的时候就让我看过，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新。嗯，一方面呢，就是他从这个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文革，尤其是重视非理性和这个潜意识的因素。我觉得这个就是使我们加深了对文革的认识，尤其是考虑到文革本身的非理性和这个荒诞，对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个这叫这个文化基因又是有中国特色的。这个书呢，它是分析了当代皇权和相权的关系，分析了儒相和奴相的区别，还有这个当代的皇帝和储君的关系，还有当代的皇太子政治。这个实际上呢，我觉得是研究中国特色集权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啊，我觉得这很有洞见。这个当我在思考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讨论的时候，我到说什么的时候，永义就跟我讲借题发挥。那我想呢，我就先这个肆意的发挥一下，讲一讲作为世界现象的文革，具体来说就是美国当下的左派文革和右派文革啊。那个不过先得说明两点，一是我说的左和右是指的极左和极右，这是一。第二呢，就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非常不一样，这就是截然的不同，是吧？那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比较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错位的问题，所以我在这讲文革是带有引号的文革，但是同时呢，有一些东西它毕竟是普世的，比如说老宋说的这个政治心理学，对吧？再比如说我们从自身经历中，也从一些心理学家的著作中，比如说 Le Bon 或者是 Freud 他们的一些著作中看到的这种普世的这种大众心理和民粹主义，或者是从这个第三帝国的兴亡看到的文革，对吧？所以这有些东西它还是普世的。那我下面呢就是分三部分嘛，两部分可能有时间，第三部分可能没时间了。第一部分我先讲美国的右派文革，第二部分讲美国的左派文革，第三部分呢讲这个左右相通殊途同归的这个悖论paradox。先说美国右派文革，我说的是美国右派文革呢，就是所谓的川普革命。实际上呢，这还得说明一下，就是川普本人他是一个并没有什么政治立场，而且是这个自我极度膨胀的这么一个商人，他不在乎左右的。那他靠右翼的势力当选和执政不过是一种偶然，老宋说的一种偶然。但是呢，他搞民粹蛊惑群众的本事可是这个所有的右翼政客都望尘莫及的，以至于当下共产党很多人共和党里面很多人不喜欢他，但是不得不随和和他，就是还是捧着他，为了选票，对吧？结果呢，现在是有这个川普仍然虽然不在职了，仍然绑架共和党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情况。啊，我这关于川普革命有几点我想讲。一个呢，就是他的这场革命呢，实际上是挑战美国民主政体的造反运动。他的那个类似炮打司令部的口号是什么呢？叫做 Drain the Swamp。 这个 Swamp 他就是把这个联邦政府视为滋养蚊虫传播病毒的沼泽地，要把水抽干。他当政期间呢，就不断的撤换政府内部的一些训练有素的专职人员，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整他政敌的黑材料，而且大量启用他的亲信，甚至儿子儿媳，对吧？不听话的马上就撤换，这个就像这个走马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后来是他连任竞选失败，一方面是逼迫这个副总统否认这个国会对前大选结果的认证，一方面他煽动他的红卫兵去冲击国会，啊，结果造成了这个暴力和流血事件。直到现在，他也不承认拜登政府是合法政府，这是对美国的民主政体的造反挑战，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川普革命呢是一场反制、反教育、反科学的这么一个群众运动。这个川普本人实际上对这一点很清楚，一方面他本人的无知就使他觉得很心虚，所以他尽量不要用有知识的人。他在选拔人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这个人写过一本书他都觉得考不住，同时呢他又知道怎么这个取悦他的这些支持者。这是他说的，他说我就是最爱那些教育程度低的人。这个总统这种反制的倾向使美国社会就导向了愚昧、这个粗俗和暴力，而且对这个，我觉得对这个新冠病毒在美国的泛滥以至于75万人死亡，我觉得他是负有责任的。他一开始他就说这个东西是假的嘛，这个病毒是假的。第三个呢，就是我就说这个川普革命呢是一场由伟大领袖指挥的群众运动，就是有个人崇拜的问题，群众运动。这个川普呢，虽然 他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有很多人吹捧，哎，普京实际上吹捧他，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普京说他是天才天才，然后川普就说他说我是天才的很好，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很稳定的天才，然后呢，他是以这个救世主自居，打出一个民族主义的口号，叫做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对吧？他的支持者真相信他这个。不仅如此，有些信教的，就是这个基督徒啊，真把他看成是上帝特选的领袖，来领导他们，对抗现代社会的这个道德沦丧。这个他这个川普也是，他很知道怎么取悦他的支持者，用一些粗暴的语言来侮辱他的这个政敌，挑动群众斗群众。所以这个美国当前政治的极端的分裂是和川普的这个革命有关系的。另外呢，从我们自身的文革经历，我们可以理解这个领袖和群众的这个关系，就是这些支持川普的这些群众吧，他们如果作为个人，他们多半都是非常好的人，甚至可以是很可爱的邻居，但是一旦卷入这种领袖领导下的群众运动，那他的感情就把这个理智都赶出去了，这个集体的非理性也就是驱逐了个人的清醒的判断，那群众的头脑就变得非常的轻信，那群众的头脑最后就变成了领袖的头脑。这是咱们经历的，咱们知道这些事儿，对吧？所以就是说现在川普说这个大选是因为舞弊，他是非法的，那美国至少有1/3的人相信他这个话。所以这个川普对于美国民主体制的
这个危险、威胁、危害最大的，我觉得就是让很多支持的群众丧失了辨别真假的能力，丧失了对美国民主的信心。这是美国的右派文革。下面我再说美国的左派文革。美国左派文革呢有怎么几个现象，一个是大家现在都知道，都在说，他们都在说的，这叫 cancel culture， 或者说历史虚无主义，对吧？那个这个讲的具体一点，这是什么呢？就是将美国早期的奴隶制看作定义美国历史的最重要、最关键，甚至是唯一的因素，就是这是一个 defining issue， 把它看成是美国的原罪，其他东西都不管了。然后呢，就仅仅从这一点来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考虑当时的历史环境，也不考虑人性的因素。这一现象最明显的标志当下，就是把那些历史人物的雕像都给不说毁掉吧，都给去除了，对吧？最近的一例就是在纽约市政厅做出了决定，要把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美国总统杰弗逊的雕像给挪走，做了这么一个决定。这是叫 cancel culture 啊。那第二个呢，是我就说那个 wokeness， wokeness， 或者叫觉醒，或者叫觉悟。这个是我觉得是从这个就是身份政治派生出来的一个词，就是说美国它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多元的国家，不管你从哪来的，对吧？不管你是哪个种族的，那每个人的定位首先是在于个人。而这个身份政治呢，就是叫 identity politics 呢，它则强调个人强调个人的某种特殊的群体的归属，比如说你属于哪一个种族、哪一种肤色等等等等，进而引申到把社会分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两分法，对吧？所以现在美国的法律上实际上已经这个种族歧视的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现在左派人极左派的人仍然在说，就是美国有这个制度性歧视、制度性的、体制性的种族主义。而且呢，这种说法就培养了一根非常敏感的神经和零度的宽容，这个有点像我们以前说的阶级觉悟，有些人动不动就这个就给人上纲上线扣这个种族主义的帽子。那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在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那个那个教授叫什么，叫圣宗亮，他因为放了一个就是一段电影，四十年代的电影，是 Olivia 演的，因为涂了黑的面孔，结果后来学生批判。我再说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左派文革，就是所谓的走过了头的政治正确。实际上我这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呢，这 political correctness 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呢，和它相关的一些这个，比如像平权法案是吧 ，affirmative action 等等一系列政策，实际上是对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地位，实际上起了相当的作用的。但是呢，和这些政策相关的一些左倾意识形态成为美国人文领域的主流以后，它就形成了一种自以为是的这个排除异己的势力。在客观上甚至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的这个逆向种族歧视的这种现象。这些情况在我们的这种工作单位、大学校园里面非常明显，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无形中他逼着人自律。如果和这些左倾思潮相对的一些想法，很难有发表的
这个机会，说出来恐怕也会遭到围攻啊，受到批判的这种受到批评。我想我时间已经，我不讲第三个了，第三个就是我是第三个，我是讲这个极左极右殊途同归这么一个悖论，嗯，但是没有时间了，就说这些吧。谢谢谢谢啊，但是 您一下子把这个视野给拉宽了，而且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人来讲，尤其像我这样的人，中国已经非常的遥远啊，也已经也我都很多年没有回去过了。哎，在美国的关切实际上比在中国来讲更加真实，但是也更加恐惧。这种恐惧是刚才您讲的两个极端啊，我们是很难进入两个极端，所以但是我们的恐慌是真实的，而且这还发生在了民主的大国啊，灯塔大国，就更加不可思议。所以我一开始就讲孙远义教授这本书啊，还是对文革的研究还是宽严了一点。他们真的只有三个人是精神病吗？在我看起来，现在华盛顿的那些政客们有几个没有精神疾病呢？而且是在民主国家，那我是非常的震惊的。如果我的这些尊敬的教授们，你们是经过了文革，你们是经过了文革以后的思考，发现了中国的问题所在、困惑所在，但是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我们也没有走出来呀、啊，我们也不知道美国的希望在哪个地方，民主它真的有没有修复的能力啊？当然，这个是一个更宽阔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还是啊，回到中国的文革啊，今天的中国的文革在某一些方面，有人说啊，这是回到毛式的文革。其实在我看起来，如果你真的讲危害和伤害，可能要比毛式的危害还要更加来的沉重，伤害可能更大，因为今天中国的能量已经完全不同了，已经不再是局限于在这个中国了。你看最近德国的一个关于习近平传记，居然一个大学的讨论会就不能开下去了，一个民主的德国居然中国搞了一个孔子学院，自己就恐慌到了这种地步。人家这个小小的孔子学院把你一个德国的大学都吓成这个样子，西方的软弱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啊！啊，当然不是我讲啊，我现在继续请徐有余教授讲啊。那么徐有余教授，您现在可以讲话了吗？喂喂喂，能听见吗？可以可以了，可以了，啊，有余很好，声音很好，听到了，您稍微远一点，远一点点距离好吗？哎，那好那好，那我开始讲了。哎，对，好的，谢谢谢谢，哎，谢谢你终于这个解决了。哎，我首先要说，宋允一教授最近出版的《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或文化基因的新阐释》这本书是一本很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成果。首先，我对宋允一教授的出版这本著作表示重新的祝贺。然后呢，我想说。我们都知道宋允一教授其实在这之前发表了很大量的有关文革的著作，这本书呢是他以前的大量著作基础上的一个更上一层楼的一个表现。另外呢，最近若干年来在海外的青年学者中间出现了一大批人，他们写了不少很有新意的著作，对文革做了很多解释。相对于这些大量的著作来说，宋允一教授的这本著作呢，是起了一个，它的主要的特征是另辟了研究文革的奇境，所以从这两方面，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更上一层楼，对其余的当代的文革研究的新著来说，是一个另辟奇境的东西。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我想说，我对宋允一出版这本《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这本书，是一个我很愿意首先要祝贺他。宋允一这本书的最大的特点是有新意，给人以很多启发，对于文革前以前很多东西解释的不清楚或者是不深刻的东西，他做了一个另外一种另辟蹊径的一个新颖的视角，用新颖的视角来做一个解释，这一点我就是很有意思的。他主要的新意就在于是用政治心理学、心理学史学跟神经心理学这些，它借鉴于现代西方的最重要的一些著作，借用这些坚实的理论框架来对文革进行一些新的解释。我这方面所以它的新意是
是很多的。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是仅仅抓住了政治心理学跟那文化基因这方面的特点。但是我想指出，这么做固然能够达到新意迭出的这种效果，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冒险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进行政治文化心理跟文化基因的分析，很容易就要落入到滑向了一个牵强附会、任意解释的这种错误的路上去，这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比方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用他的梦的解析，对人的心理上的一些东西来解释人的思想，实际上既有非常多的很深刻很独特的东西，同时也受到了大家的批评。因为这种解释有很多对心理上的东西是很多摸不着抓不住的东西，这很容易产生这种牵强附会跟任意解释的东西，就是任意夸大很多东西，进行过度的过分的解释跟解读，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宋云逸做这件事情，既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也是一个很冒险的事情。但是宋云逸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他主要成果是正面的，而不是滑向了任意解释这一方面呢？我觉得这跟宋云逸研究过程中间体现了三个特点有很大的关系。他有三个很明显的优势，使得他这本著作的论据是很坚实的。宋云逸的三个优势，第一个优势是他熟悉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我们知道宋云逸主编了《文化大革命》光盘，那有近3000字的东西，他3000万字的东西，他作为主编来说，他很多东西都是自己亲手编撰，也看过这些资料的。所以我们在看这本《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学或文化基因的新阐释》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他在进行这种用政治心理学、心理史学、精神病理学的东西来解释文化革命中间东西的时候，他不光是进行政文化跟心理的分析，他在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马上他提出了他的论点跟论据之后，马上就引证了他大量的材料来做来佐证这一点，就是他的东西是言出有据的，他很重视这一点。因为他，我们可以说宋云逸，如果我们不敢说他是中国掌握文化大革命资料最多的一人，至少是最多的人之一。所以这方面他对材料的掌握是用来加强跟支撑了他的这种文化心理分析的，这是他的优势之一。我认为宋云逸教授的这种研究文革的第二个优势就是他自己是文化革命的亲历者，他在文化革命中间经历了坎坷，也积极勇敢地投入了文化革命中间去，经历了相当多的事情，以致这种事情在他研究文革中间还重新发生了这种情况。刚才他讲了他在北京在收集文革资料，还被国安部的人抓起来，坐了那么久的被拘押起来。这方面我自己根据我自己研究文化革命体验，就是文化革命有切身的亲身的经验跟没有这种切身的经验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因为文化革命中间很多东西都像密语一样的东西，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东西，还有很多东西是被意识形态的词句掩盖了真实的文革的真实的意图。这方面的东西毛主席说的很多话，就像对于一般人来说就像天书一样，所以我们在研究文化革命的是很困难的。而从政治文化跟心理方面来说的话，大量的会有很多猜想性的东西，那就是这种猜想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切身的经验作为一个后盾来加以支撑的话，那就会形成一个漫无边际的这种想象性的东西。有了自己的经验以后，我们就会鉴别哪些猜测是更合理一些，哪些猜测是不合理的，哪些东西是应该是正话反说跟反话正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它真实的意图。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对于研究
亲身经历对于研究文化革命本身就很重要，而从政治文化跟心理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话就尤其是重要。这方面宋云一的亲身经验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就是宋云一能够鉴别出政治文化方面的一些很细微的差别，他 这种优势也是很明显的。他对中国的文化基因，他提出了中国文化基因来观察文化革命中央，文化革命中间的领袖人物跟代表性人物的观点的时候，实际上他对中国文化基因到底是什么，他有一个比较深透的体会。我们可以举他研究周恩来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一般来说，我们研究对周恩来，中国很多研究者而且还是比较好的研究者都把周恩来在文化革命的表现称为，把周恩来称为是一代儒相，就是具有儒家特征跟儒家心理性格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宋云一在研究政治心理跟文化基因的时候，他就没有原先这种俗套的路，就没有，他不承认用一代儒相来形容周恩来是一个很好很准确的说法。他就很深刻的指出了，实际上在中国文化里面所谓的儒家的东西，并不是主张一味要听从皇上的东西，一味要拍皇上的马屁，而是儒家的思想它是有一个独立的东西，他对皇上的言论跟行为是有监督的权利的，他对皇上有规劝的义务跟责任的。所以如果说周恩来是一代儒相的话，他就应该对毛泽东的很多行为是应该是加以阻止的，加以劝阻的。但他不但不这样，而且是变本加厉的来做。比方周恩来是文化革命中间他是专案组的组长，他对于迫害刘少奇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公责这三顶帽子起了最主要的这种作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宋云一在对于用文化基因来剖析周恩来的行动的时候，文化革命的种种表现的时候，他就不把周恩来定义成是一代儒相，而是定义成是一代儒相，就是奴才性格的这种东西，而不是儒家性格。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发人深省的，而且是一个对文化革命对于周恩来的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所以我觉得宋云一他使用这种政治文化跟心理方面的基因，使用精神病理学的东西来研究文化革命之间领袖人物跟重要人物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有自己坚实的基础的。他发挥了自己，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三个优势，一个是非常熟悉材料，用材料来补充跟支撑自己的这种文化心理政治心理的这种剖析；第二，他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化革命中间亲身经历的这种特征，他这种东西能够鉴别什么东西是真的，什么东西是假的，什么东西的分寸要怎么拿捏，才把话说的不是漫无边际的那种随意的联想中间去。第三点就是他对中国的文化基因到底是什么，他有一个很深入的研究。我觉得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简单的提这么一点。总之，宋云一这本书实际上是新意迭出的，而且是他最大的特征是有很富有启发性的。我觉得在宋云一这本书的带动之下，我们可能还会出很多有独创性的、有更多探索价值的书。我就说这一点，谢谢大家。非常非常感谢徐有余教授啊，在理性中间能够跟我们非常经过几次艰难的努力争取发表了他重要的讲话，给予孙云一教授非常高的这个评价。徐有余教授啊，他出版过关于文革的书至少有一本，是叫《形形色色的造反》啊。那么他在明镜电视的这个系列讲座里面，他也呈现了他对文革的看法的多层面的一种解析的这么一个态度。
我觉得一方面是跟徐宇教授的自己本身的经历有关，他跟申永毅教授是一样的，他们也是文革的参与者，当然他可能没有达到申永毅教授的那种程度，因为申永毅教授是成功的绑架了后来的国家副主席李云潮那个就是派系斗争学校里面徐有余教授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尊重的一个原因是跟他的学术的背景的这种思辨的这个学术背景，他在英国受了很好的学术训练，然后他是来自于中国的最著名的黑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要是研究海格尔的，所以我们一般的叫他黑屋那么刚刚哲学所的研究员李泽浩先生这个去世，在美国去世，所以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呢向80年代对我们这些人进行了非常关键的重要启蒙的这些学者表示这个敬意，也借这个机会呢向这个李泽浩的家人呢这个表示慰问。那我们下一位要请到的是这个陈英红教授，请这个我们的导播打开一下陈英红教授的这个话筒，他的声音。那陈英红教授是来自于拜登总统的家乡他是这个爱德华大学的历史系的教授，他有很多的著作，我昨天还是前天我突然在网上看到他最近的一本著作要出日文版，所以我们借此机会表示已经出版了，好像是叫毛主义21世纪的中国革命，对吧？对他好像还出过一本书叫创造新人嘛，好像有这么一本书。还有就是在很多年以前陈英红教授还是一个年轻教授的时候他也给我们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大剧后来这本书在中国也出版了，不过在中国好像后来被禁止了这个陈英红教授您打开了吗？打开了你们能听到吗？可以能听到那我就讲那个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这个讨论，那么各位晚上好，那么我先向宋永毅教授表示这个祝贺这个宋教授从事这个领域断断续续的，就我知道已经写过好些文章了，那么我收到他这个书以后呢，我就看到就是有些我过去在不同的场合下面听到他提起这本书的这个内容了，那么所以也不是也是多年关心这个课题。那么我就回到刚才这个徐有余老师讲的，就是说我的感觉呢就是说我们都承认这个宋永毅教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在文革研究当中从大的政治路线意识形态大的这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转到我称之为这个私域，就是私人领域，相对来说私人生活的领域是这个，那么私人关系的领域那么相对来说呢好像它不属于公域，对吧？是公共领域。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研究群众运动，研究大的路线斗争变化，研究意识形态，对吧？那么那个好像看上去是公的，所以我叫它为公域。而这个宋永毅教授这本书呢是专注于这个私域，就是讲私人情感私人的特点私人的心理，个人的心理。那么然后书的另外一大块呢是讲这个传统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像这样的私域方面的历史呢是绝对是得住的，就是从这个比如说这个我就想举一个例子，就是领袖人物的起居时间，特殊的起居时间对于一些重大历史的这个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个诺曼底登陆的时候这个希特勒原来认为这个诺曼底是假方向，是骗你的，这个盟军就在准备在另外一个地方，结果到了6月5号了，到了反正就是进入第二天白天了，很明显盟军是在诺曼底，就是他的方向。所以呢这个德国的这个地方的指挥部呢就是要求希特勒改变决定，但是希特勒身边的人说不对，他在睡觉，我们不能打扰他。那么他这个希特勒所遵循的是并非是常人的这个作息习惯，
那么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就是对诺曼底登陆来说，希特勒的个人的起居习惯就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国共内战的这个孟良崮战役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战役的关键时候，国民党徐州的总部发现不对，他蒋介石过去的命令不对，那么叫这个打电话给国防部，就是叫蒋介石改变主意。那么国防部的人里面有人说是有这个间谍了，但是反正他们回答说蒋委员长在睡觉，那么这个就耽误了这个战局。那这个毛呢，他的生活作息时间也是这个样，他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或者多很多情况下是这样。但是他晚年的话呢，他就是没法控制，就是靠吃药来控制。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他见毛是没有事先通知的，他是临时被叫去的，因为中国方面也不知道毛究竟在哪几个小时里面他的神志是清醒。李光耀去中国的时候他也没有这样，他是在访问这个长城的途中被外交部叫回去，他说毛泽东现在要见。这样的事情很多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毛的作息时间和别人不一样。那么像这个周恩来、刘少奇他们都有过这种吃了安眠药以后又被毛叫去开会的，叫去面见的。同样的情况，这个你说这个斯大林，他也是这么一个很怪诞的，就是说他也是白天休息的多，或者他白天很难集中内，就是晚上精神。所以呢，这个当时的传说就是苏共的中央的一些主要的机构啊，他们的人都要适应斯大林的生活习惯。而且斯大林他的很怪诞的，就是说他关门睡觉的时候别人不能进去，那么就造成他这个突然脑溢血复发，脑溢血发作的时候，这个关键的时刻就被他自己给耽误了，是吧？他身边的人发现时间太长了，他不出来就采取特别措施，进去一看，发现他已经不行了。所以呢，这个私人生活领域的问题，如果不是在民主体制下面，是在专制集权体制下面，如果这个领导人是高度集权的，那么呢，就会放大这样一种体制，就会放大这个个人私欲的这样一个作用啊。那么我刚才讲的是一个生活起居习惯的。那么宋永就这个教授里面举出大量的实例，就是心理方面的啊，那么也有生理方面，有情绪方面，有个性方面啊，这些东西呢，像这些问题呢，在一个民主的透明的体制下面也会有，在民主体制下面也会出现过个别的他权力比较集中的领导人，那么他的这个个性和各方面的属于私欲的这些因素呢，就会给公众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但是毕竟民主体制下面要好很多，如果你本身就是专权体制的话，那么这些东私欲的东西就会放大，变成公欲了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呢，所以呢，这个宋永玉教授一开始也讲，就是他说他做这个研究呢，就是说这个处理的是野史的问题，处理的是小道的问题，这个是一般人的看法啊。那么他就是他认为如何把这个野史变成政治，如何把小道转为大道，对吧？他要摸索出一个途径来。那么刚才这个徐有余老师讲得很好，就是说他这个宋永玉教授他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啊，不是偏听偏信，而是尽量找材料能够从正面证明，能够从旁侧面证明，用从反面来证明，对吧？那么这个是确实是一个筚路蓝缕的这样一个，那么起了这么一个，那么从我做这个研究来讲呢，我就是认为就是我就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啊，就是遵循这个宋永玉老师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他所开辟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我是强调这个集权制度，就像我刚才讲的，本身就会放大个人的作用，把私欲变成公欲。那么这个所谓私欲变成公欲呢，他第一个呢，就是领袖和集权人物或者他身边周围的这些关键人物，他们的心理生理啊情绪个性会被放大，这是第一。第二呢，
就是说围绕这些人会形成一些个人关系、私人关系，他们在历史当中所起的作用呢，就会大于在民主社会和透明的体制下面的啊。你和某某领袖关系是很密切的，他就会一下子就把你提拔上去啊，你们组成了这么一个什么圈子等等等等。这个东西不但在中央议题，在地方议题也有。那么这个东西呢，在性质上是不同于各个国家的官僚机构都有的关系嘛？这个我想这个区别大家还是清楚的，个人关系、私人关系也会放大啊。另外呢，就是私人恩怨、个人恩怨、私人恩怨啊，这个也会放大。你说不出口的一些事情，你和某某人之间的这个过节啊，那么当你们都有了权利以后，他就会以政治的方面表达出来。旁人看了根本是莫名其妙，啊，我的一个老同学啊，他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专家，很多年以前他就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当然他讲的还是很谨慎。他说，我问他就是你们看材料啊，是你们觉得哪有什么有意思的？别外面都说什么材料不能看，什么材料保密，我说究竟有没有什么界限？他说到最后啊，是有关人际关系的材料是最敏感的，有关这个人和那个人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有过什么过节，这些东西是一概不能够啊。这个东西比政治意识形态比什么东西都要敏感啊，都要敏感。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他就会出现一个这个家国不分，家事和国事你很难分得清楚。比如说毛泽东和江青之间的家事最后就变成国事，对吧？家国不分，你的家务事和你掌权的这个国家的事情就搅在一起了，这个是由你这个集权体制本身所决定的啊。家事国事不分。另外呢，就是说中共这样一个政治运动呢，它我们回过头来看它的历史呢，也会发现和宋教授书里面提出来的思路呢符合的东西。这就是说中共革命的参与者啊，很多人都是互相之间有关系的啊，有的人是父子兄弟姐妹，什么堂兄，什么堂亲表亲，是吧？有的人是一个村庄啊，有的人是师生关系，有的人原来就是有一种什么个人依附关系的，还有同乡关系，就是这样的很复杂的私人关系呢，构成了中共的组织网络当中的一个很潜在的东西。所以他有的时候他的矛盾、他的斗争、他的纷争，这个以意识形态、以政治的口号表达出来，但是你不知道他内部有什么究竟的，他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说到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恩怨，但是一旦放到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里面以后，它就会起到特别重大的这个作用。啊，那么最后呢，我就想讲一点呢，就是刚才徐有余老师讲到的，也是宋荣毅教授所强调的，就是说他们所用的材料，对吧？那么宋荣毅教授说，就是尽量要全面，要左看右看，前看后看，要互相印证，对吧？那么但是客观的来讲啊，毕竟有很多事情是档案上面查不到的。档案上说你看到的是当事人的回忆录，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啊，有很多都是以回忆录的形式，或者是日记的形式，或者是怎么样。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档案的记载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是说就给做历史研究的人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个也就是这个其实刚才几位都已经提到的，就是在多大程度上你能够信任这个材料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复杂很微妙的事情。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讲的，你从大的框架上你可以完全可以肯定这个政治运动、这个国家体制当里面的他的私欲的私人的这方面远远要超出了在一个民主的透明的体制下面所起的作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但是落实到每一个具体事件上来，究竟去怎么去处理它，这个事情呢受到
这个材料本身的这个局限性，有些有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材料比较那个什么，我也不知道这话该怎么，就是比较可以肯定的材料，你觉得这百分之百这个事情可以这样。另外呢，有很多呢也确实是，刚才这个你们也讲到，就是像宋教授这样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他对那样一个语境，他对那样一个处境，真的是要有个人的这样一种洞见在里面，有个人的生活经历掺杂在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认识那样一种特殊形式的历史材料啊，是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啊。那么所以呢，最后我想讲的呢，就是这个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材料本身的局限，就导致出一个结论，觉得就是那一方面的历史是不可知的，是不可知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我觉得这样一种顾虑是没有必要。我们应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由这个体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应该无限的去接近那样一个所谓的真相吧。啊，这就是我想讲。谢谢。谢谢陈金红教授啊，实际上他提出了一个最机遇的，同时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你相信什么样的材料啊？无论是回忆录、日记啊，甚至是文件，如果你经过了很多的历史事件，而且历史事件是你亲身经历，你就再怎么发现这个文本的记录和你亲身经历的巨大的差别。但是对于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来讲，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我们的今天的很多的教授都是在西方，自己本身是历史学教授。然后同时接受了很好的西方的学习训练，即使是这样，我们有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信任那些材料？那么这个等一下孙永玉教授在最后的时候，他也许会应该回答这些问题，讲他是怎么辨别这些资料的。那实际上我们这个会议啊，做了很多大量的耗尽工作啊，因为能够请到这么多教授啊，就是跟高焕林先生有很大的关系。高焕林先生本来应该主持这个会，但是他说还是我来讲吧。我比你懂文革啊，所以他来讲，我就变成主持者了啊。刚才我讲的话是造谣啊。高焕林先生，你在吗？在，听得见，听得见吗？听得见。非常高兴啊，参加中国研究院这一次的研讨会，讨论宋永毅教授的大作。这部著作中的章节啊，过去几年作为单篇论文发表啊，我有幸读过相当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有几篇甚至还是参加编辑的，因为当时我当过一段这个《新史记》双月刊的主编，而且呢后来又协助宋教授在国史出版社出版过多种关于文革的电子书。当时的感觉啊，每一篇都选准了一个前人阐发不多的甚至是空白的领域，都让我感到别有洞天的惊喜。受教良多啊，宋教授，向你表示感谢啊！哎呀，谢谢你啊！你是一个最资深的、最优秀的编辑，这个是哎。这次宋教授呢，又把它合成了一本大书，这个大部头啊，确实是文革研究的新成果，可喜可贺。目前在中国大陆，当代史和党史，更不要说文革史，这个研究空间呢，几乎已经被压缩到零。香港的图书出版市场呢，也基本上被摧毁。幸亏还有台湾，幸亏还有联经这样的出版社还在坚持，很不容易啊，令我非常钦佩。关于毛泽东，关于文革啊，五十多年来呢，这个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一直还是有若干的疑问。例如，毛泽东在文革中间言而无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样的举动啊，实在太多了。当然我们知道毛泽东一贯就是浪漫主义和功利主义杂糅交错，浪漫为表，功利为里，浪漫其言，功利其实，说话不算话，许了愿又反悔是常态了。他说了耕者有其田，土地还家，甚至还暴力土改分田，一转眼又以合作化为名，从农民手里把这个田土地啊都全部收回。他打出了双百方针旗号，声称欢迎帮党整风，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一掉头又发动反右引蛇出洞，迫害了知识分子数以百万计，但是都没有还没有像文革中出尔反尔如此密集如此快速。先是不由林彪的分说钦定他为接班人副统帅，把他从大连叫回来，两年之后就挖墙脚掺沙子搬石头，直到逼把林彪逼出国门折戟沉沙。1966年夏天让陶铸坐火箭提升上来当四把手，当中国的四把手啊。到了初冬，几个月过去了，到了初冬就把他打倒，把他钉在最大走资派刘邓陶的第三位。其他像对王立、对李德生、对王洪文都无不如此，对邓小平呢也是在短短几年中推下去拉起来又推下去，对人是这样，对事也是这样。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郑重其事通过了那个关于文革的决定，就是16条，其中明文规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给人们一个印象啊，这个文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结束中国的官僚制度。但是没过多久被称为一月革命的上夺权浪潮啊，这个上海的夺权浪潮呢真的把这个实现这个目标提上了议事日程了。上海的造反派的话呢，他们投毛泽东所好，宣告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但是这个造反派都以为摸准了毛泽东的脉啊，但是结果的话呢，毛泽东的话呢，他那个讲话，后来上海宣布的时候，我当时也是感到非常奇怪，毛泽东是兜头一瓢冷水啊。他们上海当时说呢，他的这个上海公社的领导成员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选举产生，但是毛泽东说了，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有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这个巴黎公社原则就突然不算数了。这就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啊，有一亿块钱，你愿不愿意捐？愿意。有20层大楼，你愿不愿意捐？愿意。有一头牛，你愿不愿意捐？不愿意。因为他真的就有这头牛，他没有20层大楼，也没有1亿块钱。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向外国人谈文革的时候又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做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我？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再比如说官僚阶层以权谋私开后门的问题，这个徐有余教授在他的序言里面，为这本书写的序言里面他也提到了，在中央文革派的倒行逆施中啊，这件事其实应该算是比较得人心顺民意的一件事情。尽管这些中央文革派呢，他们有向老干部发难的图谋，但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点名指责叶剑英走后门，叶剑英就向毛泽东写信呢检讨，毛泽东呢却这么回复叶剑英：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这个文革中啊传达这句最高指示的时候，我真不知道毛泽东唱的是哪一出，这批走后门批的是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是不好的事情啊，是个坏事儿，跟那个是不是好人有什么关系呢？类似的疑惑啊还有很多。我读这个宋永毅的论述啊，就感觉到为理解这些事啊提供了线索。宋永毅教授说啊，这里不仅有他的理性思维、个人性格和知识结构，还一定会有他的情感、欲望、意志、直觉、幻想、潜意识等等。这都是宋永毅的原话了。啊，这个像这些问题的话呢，宋永毅接着还说了啊，就是所有这些理性和非理性、意识和无意识的精神活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或者改变文革的历史。毛泽东这个人呢，他常常把正面反面的话他都说了，既说了要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方法，又说了要加强党的领导，既说了要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又说了应该给左派发枪。
既说了这是国共内战的继续，又说了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他发了军委8条，又发军委10条，这不基本精神都是互相抵触的。我甚至感觉到他老人家是一个杠精，杠精这个词儿，现在是现在年轻人的 新生代说的一个词儿啊，就是热衷于抬杠，热衷于跟人唱反调，与现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网红大 V 毛泽东他是有一拼的。他早就说过，文革中更说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文革中间他多次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他早就鼓动中学生上课看小说打瞌睡。文革初期他更是表示热烈支持造反有理，你说你叫宋彬彬，他就说耀武嘛。在声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个鼓噪当中啊，这个毛泽东又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他正话反话都说了，你说东他就说西，你说西他就说东，都可以振振有词的说你不对，他早就有言在先了嘛，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像文革中间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中的台词啊，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现在有理，而且永远有理。他显示自己啊，总是先人一拍，高人一筹。在给乡亲信里面他就说了，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一时，左派呢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把右派打倒。这个打雨露仗的祸根呢，就是毛泽东本人。按说啊，领导人朝令夕改，这是犯了大忌啊，他言行不能让人不能预期嘛，部下和群众啊摸不着头脑，把人的这个推到重小九的时候，他这个人心里头也还是打鼓战战兢兢，不知道明天是不是会被毛泽东又推下18层地狱。但是在文革10年中啊，尽管也出过二月逆流这样的抗争，出过接班人出走这样的惊天大事，而且到后期干部群众的离心离德的倾向日益明显。但是如果毛泽东不死，似乎还能够维持下去，还不知道维持多久。这个里边有什么样的奥秘呢？他怎么控制党心、军心、民心的呢？怎么还有这么多人要听他的呢？宋永毅教授这本书开了一个新的头啊，接下来我们就也应该更认真的做作业。宋教授呢，他讲了最高领导层文革的发动者，从毛泽东以下吧，讲了6个人吧。他是探索了他们的情感、欲望、意志、直觉、幻想、潜意识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呢，也是要探究啊。刚才我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要探究文革的参与者，他们为什么还能听毛泽东这么一个朝令夕改、这么一个翻云覆雨的人？要探索他们的自觉、不自觉的、自发的、非逻辑的心理历程，那进一步来揭开关于文革的奥秘。我就讲到这儿，好，谢谢大家。好的，我现在打开这个吴国光教授的话筒，吴教授在吧？啊，那我相信吴国光教授是熟悉的人非常之多啊，那么受他的思想的影响的人很多。上个星期我们的华尔街电视驻新加坡的记者访问了这个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约进博士，约进博士在研究全球化的时候就特别的引用了吴国光教授的观点啊，他当时说啊、哎，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啊。那么他就是说吴国光教授的一本新的著作啊，不是新的著作了，好几年了啊，一本英文著作讨论全球化，就是说讲的一个观点是啊，民主的国家啊出现了独裁啊，出现了专制，专制的国家更加这个专制，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吴国光教授和高焕林先生一样的，他们两位都是最接近病人的人，因为一位是在团战中工作啊，接近过这个啊胡锦涛先生啊，甚至跟胡锦涛先生和令计划先生他们都是一个的啊党支部。但是吴国光先生呢，他是在80年代的时候是我们最敬仰的，同时敬佩的一位这个啊媒体人。啊，但是这样一位媒体人，由于他的这个思想的程度啊，使他最终成为了中共最顶尖的政策设计者啊，甚至党的这个啊一次大会的这个报告，他也是参与者之一。
所以他后来对中国权力系统的这些研究啊，出版了一些英文的著作，也出版了很多的中文的著作。同时呢，他在美国受到非常好的、最顶尖的学术训练，也是最接近病人的一个地方，一个是哈佛大学，一个是普林斯顿大学，这也是属于美国政客的一个地方。吴国光教授现在是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当这个讲座教授。吴教授，您听到我的声音了吗？听到了，听到了。谢谢谢谢，很高兴见到你。谢谢何老板。何老板这个夸奖，这差一点没说我是病院里跑出来的了。对，这个刚才法林兄确实讲得很好，我有的东西可能会接着他讲。这个当然更感谢永义兄给这个机会。首先是恭贺永义兄出版这样一部力作，非常厚重，这样一部力作。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在全世界是一个显学，对，这个中国可能有点例外，对，中国有点例外。那西方开文化大革命的课，各个大学的都开。我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文化大革命，当然我也是开文化大革命这门课，这个学生们都很感兴趣。这个这本书，永义兄的这本书，我想讲这么三点吧，时间的关系啊。第一呢，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我们研究政治学的人来看这个书的这样一个学术的传承，那么能看得出来呢，这个永义兄呢，他这个书有深厚的学术的背景呢，也有非常有力度的学术创新。大体上在1960年代、1970年代，那么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呢，在政治学里面是一个非常走红的一个分支。这个当时呢，出版了，我讲的是英文啊，这个出版了一系列的这个，特别是拿这个政治领袖人物啊来进行个案剖析的这样一些著作，比如说在美国，研究伍德罗·威尔逊这个总统。他的一个心理的传记，一个心理和疾病的诊断性的这样一个传记，当时就是很走红。那我因为当时是在普林斯顿读书嘛，所以这个威尔逊是做过我们政治系的主任，做过我们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啊，然后又做了美国总统，所以当然就对他读他这个书特别感兴趣。这个这一派研究呢，这个很快的就示威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第一呢，他好像有英雄史观的这样一个嫌疑啊，这个好像就是英雄创造历史，对大众的这样一个涉及呢比较少。那么第二呢，就是80年代呢兴起了所谓制度主义的这样一个研究方法呢，认为说你怎么只研究心理这个软性的一个东西，没有研究制度这样一个硬性的东西。那么我感觉呢，永义兄这个大作呢，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呢克服了传统上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这两大弱点，他提出这个文化基因这样一个基本的研究框架，实际上呢就把这个中国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人物风云人物他们这样一些心理上的感情的这个东西呢，当然每个人感情不一样，但是呢一个中国人和一个中国人之间交流感情呢，你会感觉到有比较容易的地方。那你和一个洋人交流感情呢，他就有隔阂就比较多。那我们在西方生活，我已经生活30多年了，在这里那一天到晚就是和这个洋人在一起工作。那天我还和一个也在美国很知名的一个华裔教授，我说那你能和他有50%的这样一个 overlap， 这个共鸣的东西，大家共同关心的情感上的东西啊，这就很不错了。那你找到一个中国人呢，大家关心的话题，大家这个情感的密码，大家要引用的这样一些文化资源就很容易共鸣。那么我讲这个就是说呢，实际上他提出了文化基因这个说法，就是来解释这个现象。刚才法林兄讲下一步就是那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这些众人们，他们实际上有什么样的心理。我觉得呢，永义兄这个框架呢是可以延展到那儿去的，就是这些领袖人物固然都是有相当的一个这样带有病态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文化大革命恰恰是一个群体的病态是一个这样一个疯人院的大狂欢。那么这些领袖人物和这些一个红卫兵之间
相互之间有什么样的心理共鸣，有什么样的这样情感共密码啊，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他就永义兄开辟了这条道路，超越了这个过去呢这个英雄史观的这样一个研究，那么呢把英雄和民众这两个东西呢找到了一个这个研究的路径，把他们两个打通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的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一大弱点，因为我刚才讲了，那么制度主义在80年代兴起以后呢，一直到现在长盛不衰。你本来啊，这个学术研究啊，有点像这个 fashion， 现在这个经常要找中文词啊，所以这个抱歉，就是像这个fashion 怎么说中文的，像潮流吧，像这个服装的潮流一样，对。所以你这件服装如果现在不合适的话，你压到箱底压上20年，对，拿出来穿绝对领潮流。那么这本来是有这么一种现象的啊，就是过几年啊，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但是这个制度主义从80年代到现在已经40年，对，长盛不衰。那么政治心理学研究呢没有再翻上来。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确实啊，这个制度这个架构呢比较容易把握。那么它是比较硬性的一个限制。那我觉得呢，永义兄呢，他提出了这个皇权这个文化，啊，他提出了这个政治这个文化基因的这个和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皇权架构，啊，包括这个地权、相权等等这套东西，这个都是典型的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那么他呢，就从这个高度克服了传统上政治心理学呢它的一大学术弱点。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就是超越了个体啊，结合了这个心理和制度。那他没有明确的去讲制度的东西，但是呢把这两个层面呢是融合到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永义兄这部著作呢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那么第二层我想讲呢，就是实际上我觉得啊，永义兄这部书啊，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啊，我不知道你卖书的时候愿不愿意用我这句广告词，就是说这是一部扒底裤的著作。对，这个就是把毛主席啊、江青同志啊、周恩来总理啊，他们的底裤都扒下来了。扒下来了以后，不光看到我们在这里，就像我们坐在这里给大家直播一样，你看到我的脸，看到我的衬衣很好，不知道我底下穿了一件可能一件对大裤衩子。对，那现在他不仅永义兄不仅把毛主席的大裤衩子亮给你看，他给你扒下来了，没有扒下来了。那么这个扒底裤啊，是一个不仅在学术上、政治上很有勇气的一个举动，那么它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并不是因为扒底裤这三个字就好像显得很下流，那还显得很下流。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政治？为什么要去研究历史？我们就是要探索那奥秘的东西，是吧？大家都看到的东西，你的脸上抹了这个雪花膏，对，抹了口红，照了很好的一个照片，标准照挂在天安门上啊，我们都看到了，这就不用研究了，你就磕个头就完了嘛，对吧？就不需要研究了。那研究就是要往下一层一层的去探。那么我觉得这个扒底裤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呢，就是实际上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啊，1980年代开始，中国呢就有一个反省的潮流，就是所谓让这些毛啊拉下神坛。那么拉下神坛以后，他就是一个普通人。那么普通人呢，普通人里边有按照何老板的讲法，不止30%是病人，对，或者是每个人只有30%。我承认我可能有30%是神经病，对，这个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你用数字，你不能用我讲，你统计我讲话中有几个什么样的数字然后就来诊断我是做不到。那你必须呢去探索我这个日常生活中确实是很多细节。我在这里讲的话可能不是我，比如说我中午吃饭和我太太讲的话，我可能不会在这里全部都讲，是吧？这就有很多人都有很多这个不能够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那么我觉得呢实际上扒底裤的研究方式呢，我觉得比现在流行的数字化的研究方式呢更有血有肉。我是一个研究方法上的多元论者，我不排斥任何一种研究方法，
我认为呢，只有综合多种研究方法，我们才能够接近事实的真相。那么但是呢，最近20年来，特别是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学术研究当中，那么这个数量化的这个趋势呢非常之强，那么人呢就变成了一个数字，就像货品一样。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全球化带来的，因为全球化使得这个人们的生活高度市场化了啊，所以就一切都是码，对，一切都是一个数码，一切都是一个数码。那么人呢就变成了一个数码，你就变成了一个统计数字，变成一个统计数字。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当然对于宏观的研究很有帮助，但是呢永义兄这个研究有宏观的视野，但是呢也有血有肉，有血有肉。这个我还记得好多年以前我在美东开会，有幸和何老板同台，这个何老板就恭喜我们政学，他因为他自己学问很大的，他知道我们这些学者都是这个装高大上，所以他对我们不以为然，所以他就说你们政治学就是八卦。这个我赞同他这个话，所以我当时给了他一句回答，我说对，如果有注解有材料来源，这就不是八卦。那所以呢，我们研究呢实际上不排斥八卦，所有的坊间的这个所谓这个小道消息都可以用，但是呢你能够找到可靠的来源证实这个材料是真实的，那么这个就是好的材料，这就是好的材料。实际上你去看一看史记啊，你读一读史记里面很多都是八卦故事，就是八卦故事。但是司马迁写了以后人家就相信啊，人家就相信。为什么呢？司马迁他有很好的这样一个鉴别材料的这样一个，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啊，包括去访谈啊，现代这个田野调查呀，这个是2000年以前他就做这个事儿了。那么我觉得呢，就是实际上八卦这个词本来也是中国最高级的一个词，嗯，易经思维就是八卦思维啊。这后来的人不懂这个八卦是怎么搞出来的，就变成了 gossip 的一个代名词啊，代名词。那我讲的是刚才这些呢，就是讲刚才好几位学者都强调永义兄掌握的材料非常丰富啊，当然他做那么多的数据库，那么多的资料库啊，我相信他掌握文革的材料啊，应该是全世界掌握文革材料最多的人之一啊。那么几分之一呢？也许是二分之一，也许是五分之一啊。掌握这种这么多材料的人并不多，郭建先生可能算，郭建教授算一个。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他能把这些宏大的视野、非常丰富的材料，然后呢挖掘到这样一个，我用褒义的词来说，八卦这个层面啊，底库内部的层面啊，把它呈现出来，给大家一启发啊，这是第二点我想讲。第三点，我就想联系一下现在了啊，我毕竟是一个做政治学的嘛，研究当代中国政治。这个郭建教授联系了美国的这个现在，我不想联系加拿大现在，你们可能对加拿大现在没兴趣，我也不了解啊，我就联系一下中国的现在了。这个实际上呢，这两天我还以为前面的这个朋友会提到张高丽和彭帅这个大瓜呢。对，你们没有提到。但是这个呢，当年如果有微信的话，当年如果有这个社交媒体的话，很难保证空政文工团的某一个女生不会把她和毛主席之间的大瓜提出来呀，是吧？实际上你会看到这个从那到现在啊，毛泽东和空政文工团的这个刘素元啊等等人那些人的故事，和今天这个张高丽和彭帅之间的故事，我不讲政治意涵，我讲在人和人最根本的底库以下的关系上，这是完全一样的啊，那么一样的。那么当然我们还会讲，就是说今天习近平的中国啊，在多大程度上向毛的中国复归了。我觉得呢，这个问题我今天肯定回答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宋永义教授的书里得到解答，是吧？你可以去研究，就是说那么这里边习在多大程度上他的文化基因是和毛的文化基因这样一个是相同的。我刚才讲我们中国人都有类似的文化基因情感密码，但是让我和毛之间找到文化基因比较多，我发现就比较少，我和他之间的情感密码就很难对得上这个密码。但是我相信习近平要是和毛泽东对的话，那对上的程度就会比较高的多了，可能就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坐那个职位，我就坐不了那位置啊。这里面就有这个，我相信这个，就比如说，永义兄强调的非理性的文化。你比如说今天，那么我们从外部世界来看习近平啊，这个战狼外交也好啊，这个啊中国的这样一个宏大的这样一个啊全球这个野心也好，那么应该和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这样一个文化密码呢，应该是相吻合的。我相信这个，我和何老板的观点一致。我相信习近平先生在中国是得到了很多人支持的，对。那么这个支持呢，就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很多支持是有类似之处的。当然呢，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性的因素，这个利比多啊，不是利比亚，是利比多呀，非常多的。这个现在在这个中国政坛上的这样一个角色呢，当然是比以前更重要了。而且当局呢已经开始明确的开始利用这个东西搞政治斗争，这个戏啊是越来越好看。所以呢，我们如果看懂了宋永义教授这本书啊，现在大家看今天的戏啊，那就看到更多的门道，就看到就更好看了。这个和平教授的这样一个和平先生何老板的这样一个节目啊，就会有更多的人追随了。我就讲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吴桂光教授啊，他总是那么的比我们的境界更高啊，同时境界更低啊，看到了这个拔底裤。但是可惜啊，当今的政治啊不需要拔底裤，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穿底裤啊。那么美国的这些政客们，加拿大的政客们，中共现在的政客们，有几个人穿了底裤呢？这个我觉得这个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可能呢，文革的研究比的还更加有趣一点，因为它毕竟还有一条底裤啊，毕竟还有一条底裤。不过刚才吴桂光教授讲了一点，也是宋永义教授在书里面还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回避的一点，就是八卦的问题。八卦吧，在中国的政治学者里面，或者是我们一般学者里面，都说的，哎呀，不应该相信，不应该谈。但是我见很多政客，也见很多的学者，包括台湾这种温文儒雅的大学者，我们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也是谈八卦，也是谈这个底裤里面的东西，似乎这是更加符合人性，更加能够洞察这个社会或者是政治。因为之所以出现一个病态的政治领袖，其实更多的是有病态的老百姓。其实不仅是文革，不仅是美国民主政治表现的问题，你现在我就看看很多的印度的邪教、德国的邪教、美国的邪教，跟中国大文革的时候那个表现比的，其实更加疯狂。我们今天请到的最后的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啊，我们总是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后面，就是吴义庆教授啊，他是我的多伦多的老乡，现在是多伦多大学的教授。早在2014年他出版的一本英文著作是叫《边缘的文化大革命》，在哈佛大学出版的。哈佛大学出版当然我们知道是这个很顶尖的这个出版社。我最近的一位朋友在印第安纳大学当教授的，他刚刚拿到哈佛大学的这个出版合同，很亢奋，很高兴啊。那么但是这本书吴义庆教授这本书得了奖啊，得了美国的社会科学历史学会的最佳学术奖。吴义庆教授您在吗？呀、yeah, 好。你好、okay. 你好。Yeah. 欢迎您主讲。对、yeah, 好，谢谢。我给那个刚才那个国光老师他那个非常有趣的说法，巴底库说法，换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说历史学家的工作是要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给他们卸妆，就是说。那个这个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就是OK 那谢谢老宋，谢谢和平先生。那么当然这个要向老宋这本书表示祝贺。那么我在这个群体里面，我是应该说是后辈，因为加入这个领域文革研究领域呢比较晚，大概20年不到吧。那么老宋呢已经是从参加文革开始到做非常那个了不起的那个资料工作，包括学术工作，已经50多年的历史。那么在我个人的学术生涯中呢，得到过老宋的很多帮助照顾，也有各位朋友的那个帮助。那么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对于文革的材料，对文革的见解理解掌握最多的，我觉得老宋绝对不是之一，没有之一。我觉得这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公，这个是一个公平的说法。我觉得，我看郭建雄也在点头，这个绝对没有贬低其他朋友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没有之一，所以我要那个代替我自己，我代表我自己，也代替另外一些朋友向老宋表示感谢。那个希望老宋再能够为我们这个领域，这个非常不景气的领域，非常凋零的领域。那尤其在那个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的学术界体制内，是一个很凋零的领域，希望老宋能够再为这个领域再继续工作30年。OK， 我本来想讲三个问题，但现在已经时间晚了，所以我就只讲一个问题。那么这一个问题呢，就是接着刚才联系到刚才徐有余老师讲的这个老宋的这个他的用了一些概念性框架性的这个框架的问题，就包括刚才各位也谈到了，就是包括文化基因、文化心理、政治心理的问题。那么刚才徐有余老师说，那这个说法非常有趣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呢，就是其实有一定的或者甚至有相当的风险。那么那个但是呢，那个这个徐老师话锋一转，他说因为是老宋有三个优点，所以呢就这个三个优点呢，那个史料比如说经历，然后什么什么，那第三个我忘了，那个然后呢帮能够使这个风险呢得到控制。那么我想接着这个用一个换一个不同的角度谈这个框架性的问题。那么这我觉得呢，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说当然是个非常好的书，这已经我已经不用多说了，刚才各位已经都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书里面呢有一个在他那个概念框架分析的路径里面呢有一个隐含一个张力，我觉得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建设性的张力。那么这个张力呢，我觉得首先一个表现呢是在这个书的那个主题或者题目上面。那么当我看到这个书的题目的时候，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有一个期望，我觉得啊，这是一本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书，它的一些内容，它一些章节，我有些期望。但是等到我看到这个书的那个电子版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我的期望呢没有完全实现。我觉得因为那个尽管这个书的题目是叫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但是呢这个关于毛泽东呢就只有第一章，整个九章里面那个一章是关于毛泽东，然后呢就是关于六位高层那个领袖或者说是毛泽东的团队，然后有一章是关于夫人政治，然后最后两章第八章是关于暴力，地方性的暴力，然后最后章是关于那个是所谓的异端思潮、新思潮、异端思潮，或者是公民异议者。那么这个结构呢，我觉得就比较有趣，就考虑到这个书的主题、这个题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书的题目就是以毛泽东作为一个这个毛泽东有什么？这毛泽东这个一个作为一个这样一个造字，对吧？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这样一个叙述、历史叙述的这样一个故情节的这样一个模式啊。然后呢从那个书里第一章是关于毛泽东本人他的非理性他的情欲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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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是从一出发，这个一就是定于一尊的意思，从最高者，从最高领袖，从一，从同一性，从那个统摄，从整合，然后呢到开始从这个以这个同心圆 从这个核心开始慢慢扩大那个他的周围的那个团队的成员，那么到最后到那个到书的后部分，那个这关于地方性的暴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地方性的暴力，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中国政治各个层面，这个不同的这个政治集团参与，到了最后呢，最后一章第九章呢是关于这个毛泽东的年轻支持者怎么如何成为他的反对者，所以这个是一个从一到多的这样一个展开，就是说，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所以呢，这个毛泽东这个造字呢似乎没有完全能够盖住这个书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就让我联想到这个书在那个他的一些，就刚才这个又回到刚才这个徐有余老师说的这个几个最重要的基本的那个概念，就是一个是。文化基因，所谓的 meme， 对吧？现在这个 meme 这概念很流行。那么第二个呢，是因为老宋原来是他的这个显示出老宋的学术的功底，对吧？老宋原来是研究文学的。那么这个原型批判，那么我这个原型批判这个概念是 Northrop Frye 这个1957年五十年代末
这个创立的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为什么提到呢？因为他是我们学校教授，他是多伦多大学的教授，他的铜像还在我们的校园里面。那个，那么这个是一个这个所谓原型学院，是一个非常在六七年代是一个非常在文学研究跟文化研究领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理论，就是关于如何把那个文学它能够追溯到它的那个这个文化的或者神话的原型。那么第三个概念呢，老宋这也是显示出老宋的学术功底，就是他引用到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接受美学。那么这个三个不同的理论的框架，当然这个老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历史学家，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用理论的问题，而是就是说和这些理论概念相关的一些历史分析的一些路径，对吧？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文化基因这个问题，那么当然是我们去这个中国的皇权政治啊，那个皇太子政治啊，或者奴相如何宫廷政治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找到这文化基因。那么这个所谓的是那个原型批评这个问题呢，这个是这些那个中共当代的这些文革的这些很多种他这种问题，这种政治事件，包括这个暴力，能够在中共历史中找到这些所谓的原型，包括土改的，包括或者是这个延安整风，或者是三十年代的这个整肃，它有这些原型或者 repertoire 这个。那么这个接受美学这个呢概念呢也非常有意思，因为接受美学其实是一个多元性的概念，它其实是要粉碎，它是要打破这个一那个所谓的那个中心或者核心概念的。这接受美学是强调就是作者是不存在的，作者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读者对于这个文本如何的理解，所以这个是一个发散的过程。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在最后一章第九章，这个就是这些所谓的年轻的毛主义者，啊，他们是怎么从自己的角度在具体的运动的实践的过程中去解读去解释，或者创造性的，或者是如何，或者甚至然后呢偏离了这个毛主义的这个体系，然后最终会成为毛主义的这个反对者。那么所以这个就，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里面其实这个书的框架里面有这种张力，就是说这种是这个所谓的统一性和多元性，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或者断裂。那么当我们在谈文化基因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一个基因，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个作为一个 metaphor， 作为一个隐喻来说，比喻的话，基因的问题是我们考虑的是个连续性的问题，是一个复制的问题，这个是个同一性的问题。那么当然在我们现在新冠的时候，我们在谈基因的时候，在考虑病毒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到突变。所以其实在谈基因的问题上，我们同时可以考虑就是说这个同一性或者一或者是多，连续性和不连续性，那个或者连续性跟断裂，一元跟多元，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考虑的。其实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在老宋这本书里面体现到这种张力，其实也是这个领域，就是说那个所包含的这些那个能够推动这个领域发展的这个这种，就是他也是有这种体现这种问题，就是不同的这种学者他的路径，就是说他所强调的方面有这种有这种互动。我说在这个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是一个好的一个这样一个现象。包括老宋这个书呢，我觉得也可以，我们这个读者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从里面发现意义，可以解读。从这种意义上的话，也可以它更能够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OK， 我先讲这些吧，如果等会还有时间讨论的话，我还有其他的可以再讲。 OK， 好，谢谢。非常非常感谢吴一清教授啊。这个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这个有人对吴克光教授的讲话呀表示赞赏，马上打了一笔这个巨款啊。那么这笔巨款呢我将会作为未来请各位教授到纽约来的这个经费啊。如果你们不来我就贪污了，你们来我就出这个钱，就好像我到洛杉矶去一样的啊。这个是申润一教授说请我啊，说是我都付了他钱，结果并来了他请开是我出的钱啊。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两个小时了，那么很多的教授发表了很精彩的深入的
得到的见解，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挑战性的问题，尤其是拔底裤的这个事情啊，是否是你不要回避啊，孙永毅教授啊，这是最能够吸引我们观众的。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标题，我都取得比较优雅啊，比较的老实。如果说拔底裤，肯定看的人更多。不过现在我跟你报告，我看了一下后台，已经有4000多人看了我们的节目，这个比哈佛大学看的教授都多了。哈佛大学的教授他们经常搞一些学术剧作，5个人，4个是学生啊，1个学生上洗手间了，就只剩了更少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看，我感觉到很高兴，同时也为孙永毅教授啊表示这个着货。不过您能不能首先告诉我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观众需要订你的书，应该怎么去订啊？同时你到时候会议结束以后给我一个连接，把我的把您的这个订书的连接放在我的内容简介里面，谢谢。好，这个书就是要到台北的联经出版社去买，他们现在呢正好是打7折，所以呢这个书呢大概现在是16-17块美金吧。然后呢你要立刻看他的电子书，因为他要寄过来可能邮费挺贵的。那么他的这个电子书呢你就到 Google Play 了。还有就是你到这个就是 Amazon 的这个 Kindle, 这个都有，这个大概一个是18块钱，大概就18块钱20块钱左右。我觉得好像这个也挺贵的。反正因为现在嘛，就是我只收到一些样本，这个样本我叫它空运过来的，那大概每一本空运特快，大概每一本就要将近20块钱了，那个其他大量的是海运，我个人订了100多本，那主要是送朋友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好，所以有电子版对不对？有电子版，有电子版，这个电子版，很多人看电子版就可以，在电子版两个地方立刻就可以订，你花钱立刻就可以看。第一个就是 Amazon 的 Kindle, 你在 Amazon 上打一个就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它立刻就出来。第二个呢就是 Google Play, Google Play 呢你也就是打这个题目，立刻也就可以出来，你立刻就可以下载的。好的，那谢谢，请孙教授能不能对今天的各位教授的讲话你做一个回应，或者做一个总结性的讲话。好，这个第一个我还是要讲的，就是说非常感谢大家，因为这个文革这个领域啊，现在无论在海外或者在中国国内不用说了，这个研究，所以呢我们请到这么多同行来，这个不但有一个抱团取暖的意思，恐怕还有一个我们大家共同发扬光大的意思。那么第二点我要讲的呢，就是说诸多朋友的鼓励之词啊，我知道这个都是对我的鼓励，因为这个你们呢也不想佛这个信，所以绝大多数讲的都是鼓励之词，但是你们大家都是朋友，一直有通电话通信，有任何意见都请这个告诉我，可能这个书还有可能出第二版，如果有可能的话一定进行修改。但是呢因为我也就这点学术水平了，我刚才讲了，我的专业实际上是搞资料，我的专业是图书馆和信息学，那么所以呢我尽最大的可能。第三个呢，刚才不少朋友，尤其我觉得这个吴益庆教授的发言很有价值，这个只是因为时间关系他没有讲完。比如说我的这个人是这样的，是他山之石用来，对吧，用他山这个指法来攻石，而不是说这个是用李泽厚的话来讲，就是说我助六经，不是六经助我，说我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就是我觉得有启发的，我原来学这个文学时候学的，比如说原型批评，比如说接受美学等等，这些东西呢我都是随手用来，就是说我想觉得它可以用来解释文革中的一些现象，我都用来做解释。所以我的书呢我觉得只不过是一个探索，是一个开端。那么再一次感谢这个高发林先生、和平先生，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讨论我这个书，
各位朋友的这个出席捧场，我感到不胜荣幸，再一次感谢，而且感谢观众们的花那么长时间来倾听我们的讨论，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各位教授啊，我们这一次向申润一教授表示祝贺，同时呢，我们这个平台也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各位教授提供一个发表你们的思想、发表你们的学术见解的一个场所。我们在海外啊，可能有很多的遗憾，有很多的缺陷啊，就像吴国光教授一样的，假如没有1989年六次大屠杀啊，那么吴国光教授他的思想啊，他的这个见解，那么今天的中国可能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啊，也许很有可能就已经走出了丛林。但是正是因为有了1989年的六次大屠杀啊，中国的很多的人才啊到了海外啊，有的虽然啊失去了他们本人的专业，但是还是有一些人经过了非常艰辛的努力，以他们的智慧、以他们的天分啊、他们的勤奋，成为了今天啊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这些教授啊。教授啊，就是这个世界里面啊最重要的啊这个智慧的来源啊。所以我们对所有的教授其实都有一个特别的敬意。当然这个如果大家很愿意啊，为了要更多的啊介绍或者是讨论申润一教授的这本著作，甚至提出批评，我们都非常欢迎。我们很乐意于采访国内的专家，对申润一这本书呢能够比较的长时间的讨论下去啊。早几年吴国光教授的英文书出版之后，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讨论啊。那么这个很高兴大家啊这个参加这个会议。下个星期的周六8点啊，已经是党的六中全会啊开完了啊。那么习近平是跟毛泽东啊这个并肩，还是呢啊跟这个邓小平并肩啊？那那个时候可能结论就会出来了啊。那么这个我们未来也许做了若干年之后，有人就会写另外一本书啊，看看现在的常委们啊几个人心里有毛病啊。那么但是我刚才讲了，非常遗憾的事情是他们的底裤已经扒下来了啊，不需要再扒下来了。好吧，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需要讲话吗？申润一教授，我没有什么可以讲了，然后就是再一次感谢大家，尤其是感谢场外的这个观众，有这么大的耐心听完从我这本书引发出来的很多见解。我想很多见解还是很吸引人的，比如像郭健教授讲到的美国的文革，那当然是打引号的啊。比如说这个吴国光教授讲到的这个学术的流变等等啊，这个我再次感谢大家。嗯，好的，今天因为没办法跟大家开放这个讨论，为什么没办法开放讨论呢？因为我们每一次讨论的会一旦开放了，就要长达4个小时，长达4个小时。我相信啊，我们的各位教授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研究啊，啊，这个需要去做，或者是这个周末了也需要休息一下。我们2个小时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好了，非常感谢各位教授啊，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观众里面的打赏啊，因为你们的打赏成为了我未来请各位教授啊吃饭的本钱，谢谢。好的，和平先生啊，我觉得我代表一下这个我们在油管上来观看节目，以及在 Zoom 会议室观看节目的各位网友们，因为节目在一开始的时候网友们就说几乎啊对于中国文革研究的大专家们都在今周六8点的这个节目上汇聚了，很多朋友们说全都是些大儒啊，非常感谢能给我们网友朋友们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一台节目啊，非常感谢。是的，谢谢。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平台成为海外思想家的平台，教授们的平台，只要教授们有要求，我们随时愿意提供啊后勤服务。谢谢。
申云教授，再见。好，谢谢大家，再一次表示感谢啊。老桑是我们文革、所有文革研究者的衣食父母。没有啊，这是我真心的话，这是真心话。没有，太过了。对，你讲的很对，我谢谢大家，吃过申云教授的很多饭。不是，叶庆讲的是我做的资料工作，他说的不是。你这个饭，只要你到洛杉矶来，一定还有吃啊！好，这个没有问题啊。好，我希望申云教授你时不时的组织几场这种学术讨论会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基本上的观众群，对吧？像开一个这样的学术讨论会，能够有这么多人观看，讲老实话，在英文世界里面都是非常少的。是啊，我们将来再讨论，这个一定是有机会再可以做的，好吧？那个，谢谢大家的这个捧场啊！好，那就这样，谢谢，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大家，再见，谢谢大家，哎，好。